怀疑你。这边一下，我也不配做怀疑，我只自己播播就行了。就大家我觉得玩嘛，开心就好了。来按个喇叭，我下次有节目的时候叫卡哥嘛，好吧？他跟我是老乡嘛，虽然他现在看的人不多，但是，然后他这个知名度再上来一点，我还是可以帮一下的。虽然不能给他导很多的流，但是我觉得那搞点就让有些人会认识这个人，我觉得还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至少什么叫人不能忘本啊？他们卡哥没有帮过我呀，他没有帮过我呀，这种对。不管别人帮不帮过你，我觉得拉他一把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来这边下第二。就是我是属于什么样的人，因为我本来就从小主播开始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是很希望在我最难的时候有人帮我一下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不会有人帮你的，你要知道吗？就是你别人在很难很难的时候，你去帮别人的时候，别人是很感谢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会觉得他欠你一个人情，这就可以了。这边虽然说这人情不用让他还，但是你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啊，我自己心里会比较开心，你知道吧？来，在这边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在任何这边，你在任何最难的时候，你想要有个人帮你，是真的没有，你只能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帮不了。别人也不会帮你，就很简单一点，借钱这个事情一样的。你很多网络上面有人在借钱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先问问自己身边朋友亲戚会不会借给你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你这个事情真不真实？来，听这个叫阿尔法，什么是阿尔法？我先下了。那钥匙你帮我拿下来给我好了，好吧？啊，新车在这里啊，蓝色的。拉法去开婚车了，我是真的呀！你们，我操，你们是真的，一天天的，就是看到没看到拉法就在问我拉法的。哎，这个牌照311 KD311，这辆车牌照 KD311。不要停的太里面啊！收、so, 来进，好 ，OK， 对的。你看丰田的头。和雷克萨斯，其实个车灯啊，都是有点像的，我感觉个灯啊。手上的？是不需要手上。GS。这款车已经停产了，买不到了，绝版车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卖了。我感觉这车真的很好，看着很帅。488 Spider， 敞篷的是吧？330万贵了，我觉得哪一年啊？2019年也贵了，挺贵的。330万买488现在真贵。谢谢你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上去？
哦，你可以不用，我告诉你啊，怎么走，这个方位一直往上骑，你看一条路，然后再往这边骑，骑到头就到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嗯，不用谢啊，拜拜。卖给你啊？不卖，现在暂时6万块钱卖给你吧，挣让我挣点，我就卖给你。哎，不挣钱卖它干嘛呀？给你坐坐，你去把驾照练好一点，我可以借给你开开都没事。我这辆车其实是买好是34万多块钱，保险都将近2000块钱了。你把车技学好一点，我可以借给你。你不是要上学了吗？猪猪说你不是开学了吗？你是骗人的吧？弟弟，你开学的时候我开拉法来学校接你啊，好不好？我感觉弟弟不是毕业了吗？他为什么会去学校？他说他要去什么外国语学校上学。哦，那边路太差了是吧？哦，那我开那个吧，我开 GS 吧，开雷克萨斯接你吧。488，拉法开不过去的车，488基本上也开不过去，488就不是跑车了。你们怎么想的？跟那差的处让488开，然后488就不是？哎，我红色488的钥匙呢？哦，这里，妈吓死了，我找不到了。